我真的忘记了，太久没打了。上礼拜打，然后现在都没打。 不是啊，如果这场过了，我就不会再打下一场了。没有到忘了，只是细节忘记，流程当然大致上还记得。你说细节，打一场就起来了，这是肌肉记忆。打一场就肥来喽。 不用直接过，不用浪费时间。可是我上礼拜打，好像我过了那场，好像我记得我好像有吃天灯，还是没啊？忘了。我记得我好像是起70B打的，灵药起70，那好像没有天灯吧？ 想用的，打这要干嘛？都已经拆了，打就没意义。嘿嘿，我不是想炫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想炫，可是我的 VIP 真的好好看哦，好不好看，兄弟们，好不好看，帅不帅？终于啊，终于让我换到一个梦寐以求的 VIP 了。 蛮弄这个东西弄了好久，弄了好多年，装备又往上提升了一点儿。不看你潜能长得跟你一样，什么意思？潜能的重点啊！ 一样好看哦，真假？我真的忘记怎么打了。但是应该一边打一边会有肌肉记忆吧？觉得。 95楼，96楼，猴子。之后有没有洗到机会？洗到曙光的军队？你赞助我可以，你赞助我现在马上洗掉，赞助个10万就好，也没有很多吧。10万，我现在马上回增。 马上开始洗，充60%，刚刚才洗的，我下午在洗这个东西啊，我洗了2个小时，炸了2个小时的卷。 当然，哪等得了啊！照洗啊，直播洗的嘛。对啊，不然你看我开来看那么久，就刚洗完，然后我就去吃饭了，吃火锁，火锅回来打50，快乐的周末。哎，绑住了，错过了，确实。 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了，太快乐了，确实。今天要是可以剩下时间去练的，练个33%，今天没有遗憾了。
누구도 못 봤네. 还有精灵，本上要听吗？也没关系啦。未来有的是机会。降级几攻？军六啊。比谁厉害，我都不在意。我玩游戏不是为了跟人家比较的，我没那么无聊。我只跟我自己比。因为得打，哪里都得打。
挖不到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压爆发有什么建议吗？练，就是练。成功没有捷径，就是练就对了。收，我收是半成品欸，刚刚在加工。破万，我弄好他妈十万了，现在长这样弄到好十万，九万多啦。我也比较强，我花这十万干嘛？在问什么可爱问题？你要洗澡吗？等一下。
么了，阿芝？好
效率有几关。输赢啦！哇，我好强哦，一把过！哇啊啊！心脏快停了哦，好爽！心脏快停了哦啊！要死！我还 buff 还没全开，我还可以再快，是不是？一回生，二回熟，可以啊。我没有吃 buff， 看一下我的 buff， 够阳春吧？我那个会计忘记开了，886啊！本周登楼，呵，登楼啊！我那个无视是没开啊。